个，唯独那个，唯独申之心。那是我的东西，你休想！我绝对绝对不能再回去。最重要的谜题，他尚未得到答案。世界树还尚未得到拯救。有另一颗神之心的力量，现在或许就能解读大慈树王最后的记忆了。这个就是，没错，那位神明最后的记忆。